你这38、39度的太阳都还在干活呢，好多人说老九你真的是太拼了。其实那天见效了，说实话这就是没得钱自己干，为了省两个人工工资。今天我们把周围的线都放出来了，把砖也弄起来，准备出砖。但是这两天师傅说还是热得很，等稍微凉快点来，其实这个工程这个有些工人一些专业师傅哈，不能单单有活路，不能把那边整来整完了才过来再打。从这年到现在哈，已经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，我们2个家人的这个住的地方把水给解决卫生，因为高头把那个专业区挖一盖，住的水就全部完了。好多朋友说，我们3个家是打过建了一个房子，其实不是的，因为都是有故事过的，那个设施都是厨房、卧室、套屋，都是故事过的。它是公寓，这是公寓哈，这是自己。然后我们还是分家，其实说实话，那个分家不分两个比的，没得啥子的，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嘛，主要是处理不公，毕竟占那个面积稍微少点，说实话。我觉得这样也挺不错的，主要是真的是我要分开，到舞蹈是可以分开，但是说实话，我就感觉这两个情绪高头要差点啥子。由于大家在建房子，就说是我侄女是回来建自己的房子，然后我也随他接到要建嘛，所以是就相当于换工程嘛，帮他做，他帮我做，说实话这个除了都不存在。就是这样，我觉得啊，我们像那个建房的话，方便的啥子，就是都要拉料，就是进料的好多好多，到时候我们两家人我们看那个事。我看到评论区好多时候恭喜老九封顶大吉，其实我们那个房子都还没有建完，主体还要住那个房子顶顶，我那个房子顶两头没得好多活动，1.5多活动，住那个用那个砖来去，然后把瓦改成2铺水，跟它分来盖，那个把瓦盖起。就算是主体完工了，那个是不是风平大吉也挺好的。刚才我也说了顶着太阳干活了，但是通过我这段时间哈，建房子以来就是从头到尾，我觉得哈这样我还是挺划算的。整体建那个主体像建成那个给啥，我2个家加起来的话可能就是15万块钱，单单修那个主屋的话还不费事，特别是建了主以后，我们高头那个哈挑板，周围的挑板，然后再加我们2户家的那个亭子，就是阳台啊，这个得还多花点钱。我记得就说是最后的层，我们整我们的主体就是里面的正屋哈，它花的时间不多，但是整体家周边的一圈，把我们之前那个我们不是两面的厨房，没有写第二层啊，那些不满。花的都还不够，我们都用的家的部分，所以说你算下来，看那个周围那个漂浮出去嘛，那笔钱是挺多的，实际的工程不算，就是单单材料费不多一毛多。就是打那个混凝土，总体来说我是比较满意的。就是刚开始打那个前头你看，我那个楼阁高头是不是在提水？你看，到现在那个位置，我上面那是管理水的，他一点都不行，但是只要有那个是哈，这个我们就不打。他们以后可能在里头分里面的时候，这些都是小问题，真的是一点不漏水，这是我觉得是非常满意的。由于现在正在建，而且呢，因为我也不跟你扯，所以说到处都乱七八糟的。为啥是整外围花时间呢？你看那些是不是那些周边，因为它是不是的机构，那些时候它要慢慢的吸收了开始，所以说花时间。而且我们住的哈。就是漂板出去，我们还住到过凉土的，因为那个凉土是我们倒来放在高头，要把那些成本也全部聚成缺角方向的，所以说这些东西它就是费工程的。我那个柱子哈，现在是做完了，但是我在看到之前哈，有好多绝对不下10个人咨询我哈，他说老九，你那个柱子用完过后，要不要卖，或者要不要租？我马上建房了，我看到你那个柱子打出来效果挺好的。那现在哈，那个柱子我已经用完了，就是说我放弃是放弃。如果是有朋友哈，
觉得可以的，可以联系我。刚才我说哈，我们的两户家建到现在，只花了15万。当然，这个只能够参考，由于我们这个哈，就是在好多东西它是去规矩噻，就像打比方，我们那个兰州哈，这就是我们自己上来看的兰州，这个是不花钱的。如果在黄州，你去租钢管花半年的时间，那个费用不合适。有好多朋友说，老舅你建了个房子，大好像不图的。也有朋友说，老舅你建了个房子已经过时了。其实那个养不养土那个不存在，不重要。过不过时那个不重要，建自己喜欢的，我就觉得挺好的。